欢光临，敏哥。怎么要我等这么久啊？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我花了好多时间给你精挑细选，精品中的极品。噔噔噔噔，上海一枝花。敏哥，不要紧的，这一位不合意的话，我还有很多。来人呐！这位就是京城宰戏师，东莞霸王花，港姐候选人，全部都是头牌呀！不是吧？这也能评选港姐呀？港姐也要有底线的嘛！放心，我很准的。哎，老板，会不会太危险？要不要我往前一点？哎，对对对对。哎呀！你跟我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知道我脾气的。你如果再说一句废话，我就让你去取苹果，看我不彪死。那差不多啊。哎，校长，哎，校长，哎，啊，校长，你在这里？谁啊？谁把手放你后面了？出来，出来，出，出来！哎，怎么是你呀？这。哎呀，你这是在练瑜伽是吧？这样，把脚放这。哎呦，张董，张董啊，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跟你有关系啊？不不，哎，你要的资料在这里。你是董事会的主席吗？你看看，想让谁代表学校去参赛，你告诉我，然后我们把他送去参加总决赛。港姐呀，港姐也要有底线的嘛！啊，我能够找到他们几位帮忙，已经尽了我的全力了。我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，没人敢这么戏弄我。你是不是不想混了？哎，快点快点，别让老板等急了。没美女，这不都是美女吗？可是这其实是给那个总统套房的包了。
你干什么呀你？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敏哥呀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哎呀，哎呀，原来是张董啊，哎呀，哎，好久不见，不见。来，一起坐，来，坐啊，照顾好啊。这写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哎，不是，现在谁爱看这些东西啊？要想有看点呢，就必须挖掘社会问题的根源。美女鲜花都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于他们的私生活，还有上位的全过程。哎，我有办法。这破车也算帅呀、啊！他说的是陆明，那可是上届超级男模的冠军呢、啊，还不仗着他老爸有关系？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我们快点走吧，再不走就迟到了。走吧走吧。都好漂亮，是不是？他怎么有你这么丑啊？有没有搞错、啊？哎呀妈！叫人呢，张叔，你怎么发那么大脾气啊？我怎么能不发脾气啊？你看看这些60岁左右的，你看，那么丑啊，垃圾堆出来的，这么选美啊？你说，啊？啊，张叔消消气，消什么气呀？你能做吗？哎呀，这个事儿交给我了，胸大，屁股翘，人漂亮，包你满意。哎，有前途，好，交给你办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那是你儿子？是啊。为什么他那么聪明，你那么笨呢？可是我隔壁老王挺聪明的。来来来，看一看啊，搂两眼吧，看一眼又不吃亏，来。这就是侯坚强找的所谓的大活啊。就是什么模特大赛呀、啊、我觉得我去都能拿第一。我觉得也是啊，不过你得先去一趟泰国，再去一趟韩国，最后再接受一下潜规则。死去吧你。嗨，加个微信呗。喂，真他妈是禽兽，狗改不了吃屎。加个微信呐、啊，这是本能好不好？我怎么不看呢？你不正常。对，你不正常。别闹，死猴子呢？哎，对啊，猴子呢？我们没有可能在一起的，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还调戏我？你说你很烦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看你的哈喇子流成什么样了？你还不理我，你还生气了，你还趴那儿了，你知道你老跟着我有多烦吗？快过来。不理我，说没听见是不是？还用膀胱靠是吧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是不是在戏弄我？不是说你有没有事儿，我是说狗有没有事儿。狗也没事。姐姐，拜拜拜拜。跆拳道培训班啊，可以强身健体，还可以轰胸啊，很好的呢。哎，你们四个啊，帮忙嘛，帮忙画一下。老师，有我们四个还不够？哎呦，别这样。哎呀，多多益善嘛。嘉玲，我帮你发。今天没有带。
相亲啊。哎，艾米，还是你最好啊！记得多叫一点人报名哦。你也帮帮我嘛！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小雪，我们去报名。好啊，一个来，大家都报名。哎，给我一份，给我一份，我也要。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！艾米，快去拿，我还要买奶了。快过来，快过来啊！给我一份。也进去看一下。悠悠，你知道这个怎么填吗？你看，不会填啊。你可以帮我发一下吗？谢谢。艾米，艾米，艾米，你填好报名表了吗？这个。哇，好可爱的兔子，好可爱哦！哎呦，这耳朵不错啊！快快快，走啦，没时间了。还没泡完呢。走了，走了，小姐。走了。张叔，炳哥，这几位啊是这次模特大赛的参赛选手，我从中挑了几个有潜力的，都带过来了。请你们检阅吧。好，别愣着，去啊！快快快！来来，坐坐坐。哎，来这里这里啊！哎，坐坐坐。那个，过来。什么吩咐，张叔？哎呀，这个。啊，这事儿办得不错啊！谢张叔，我就不打扰大家了，大家玩得开心点啊！来来来，在万恶的金钱诱惑下，陆明正一步步地变成拜金的败类。你睡醒了？你谁啊？干嘛动东西啊？吓我一跳！你写这破剧本，谁愿意看呢？看我写的，哼，看着还凑合。哼，哎，你谁啊？我是新来的。哎，你别管我是谁，快往下看呐。经过两次与艾米的邂逅，侯坚强的内心燃起了一团爱情的火苗，正在慢慢吞噬着他的全身。嗯。哇。你们都快点，去晚了就看不着了。这不是叫醒你了吗？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哎，校长好，校长好，主任好。校长好，主任好。好，校长好，主任好。喂啊！下面进入踢腿练习，全体准备。好，耶！加油，耶！用力，耶！哇！再来，好，好，烫，还好赶上了。下一位，哈，哈，哈，再来，
哼！你看外边有人偷看咱们。哼！艾米。嗯。你看外面写着。啊！你们几个，给我进来！啊！嗨嗨！你口水都流出来了。现在你们几个有对手咯，下手别太狠咯。得嘞，放心。哎，你先上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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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美女，加个微信吧。我的绝世容颜呢，可是几千年才出一个的，要是给我打残了，可怎么办呢？还没法玩了，吃一个吧。啊！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偷看，那么暴力。还有你，有没有觉得悠悠上了这个跆拳道课之后腿功很好啊？有有有有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走了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艾米啊，快点啊，那个下次还找我陪练啊。你看他们那个样子。艾米，来走了，你快走了，快点。没事吧？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，你的天真我想珍惜。海波的轻轻的吹，海浪的轻轻的摇。三秒，五秒。谢谢你啊，大壮哥。死我去你个死胖子啊！啊，你个死娘娘腔，死娘娘腔！我要恋爱了，我要追艾米。啊？嗯？哎，好，特别好。哎，这位女生，你往前面来一点，你站安安旁边。哦。哎，对，哎，你让他一点，别挡着他。好，哎，可以，非常好。还有各位，那个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。嗨，美女们 ，everyone， 等一等，我这边有一个内衣平面，一下午200，有人接吗？这么低的价格，谁接谁是傻子吧？你们现在一个个都成腕儿了。我接。
走呗。还真是便宜。主任，你有事吗？别怕，查寝而已。哎，主任，要不要一起啊？哎，还好我反应快，还好你机警。哎，男模呢？哎，装什么柔弱啊？你懂规矩吗？200块钱一下午的内衣平面，你叫我们以后怎么报价呀？说呀，你怎么不说了？住手！走。你没事吧？我送你回去吧。3年时间，再不还钱的话，杀你全家！这是你女儿是吧？很可爱啊。3天啊！咬鸡，咬鸡胖。哎，我在打麻将啊。你又在赌？哎呀，妖鸡都给人抢走了，钱给我打过来没有啊？哎，3万。以后记得啊，按时给我打钱，做儿女的孝顺点啊，别老让我催。清一色，清小对儿。我也糊了。哎，大三丰，我也糊了。你们搞错啊？一炮三响啊！拿钱拿钱呢！哎，给钱给钱！算了，倒霉。谢了啊，大哥，能不能再借点钱给我呀？你上次借的还没还，怎么今天又借？哎呀，求你了，1000块，1000块！好好，下次记得还。啊，谢谢谢谢啊！来。妈。你没事吧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跟我走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以前我有个朋友对我说，只要等待就能看到希望。可是他等到日出到日落，等到数完天上所有的星星，他的妈妈也没有从手术室笑着走出来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习惯了。他说曾经想用天上最闪亮的星星来守护他，但是都没有办法。
所以我们如果只能接受的话，何不微笑着接受呢？人总要面对阳光，才不会看到黑暗。如果你没有阳光的话，我做你的阳光吧。我在翰林轩等你。好，快点来哦。亲爱的，你在哪儿？亲爱的，我出来办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去。嗯。陆明跟艾米谈着恋爱，却背着艾米跟别的女人开房，这种劈腿的渣男啊，真是禽兽不如。不过你这写的是不是也太赤裸了呀？啊？不赤裸怎么反映社会问题啊？不反映社会问题，怎么解释那些天真烂漫的姑娘不被渣男所欺骗呢？不过你说的这个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现在这社会，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。我们要杜绝这种社会的不良风气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予以放大。终于懂我的意思了。嘿。哎。啊？问你个问题啊。啊？说呀。是不是你们每个男人都喜欢劈腿玩刺激啊？我说姐姐啊，下回说到这种问题，能不能不用你们这个词儿啊？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呀？我觉得呀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男的都会劈腿，例如侯坚强。Thank you.
才是我的人间天堂啊！晒死了，晒死了！早知道这么晒，我就不来了。白着呢。哎，老板，慢点。啊，啊，明哥，请。哎，请。哎，来。啊！哇！望远镜，望远镜。哎呀，望远镜啊！明哥啊，明哥，这个人生在世呢，就要学会去享受，你说是吧？哎，说的对呀、啊，挑一个，挑一个。哎呀，不客气了，张总。哎，我不选了，我不选了，哎、挑一个啦。那我不客气了。哎，那个，来，还有那个啊，够了，哎，好，都可以，哎，你，快去准备那个名单啊，好，那敏哥张叔，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啊，去吧去吧，哇，这个不错呀！啊，你瞧这小胳膊小细腿呢，好吃！哇，赢了！啊？哇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男人？哪儿完美了？高富帅。我告诉你，实际上最不完美的东西就是最完美的东西。看开点吧，小乔，有时候人看不清楚自己的时候呢，可以照照镜子。坚强啊，你要坚强些啊。哦。他当然我好看，他有我帅吗？啊，哎呦。最近皮肤好好啊，一点都看不出来有坏的地儿。那个，看什么看啊？没见过美女啊？哎，坚强，我靠，牛逼啊！哥们20多年没进过女厕所，你这说进去就进去了，羡慕啊！啊，有时间，哥也带你看看。不是，跟你们在一起很开心，为我们的友谊干杯！来，干杯，干杯 ！Cheers！ 姐妹们，我先出去一趟，你们慢慢聊啊。好。哎，我说，最近艾米好像变了。得了吧，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刚刚啊看到小强进厕所了。那个，我想请你们吃顿饭，带上艾米。你是想单约艾米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，胖子？哎，明天艾米过生日了吧？姐妹们，咱们去给她布置布置，给她个惊喜啊！好啊，那走吧，走。
我们先走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艾米过生日，艾米过生日，你竟然不知道？想办法。哎，对对对，择日不如撞日，那就今天吧，不要埋汰。好好好，走吧，走。哎，别瞎杵着，这弄好了。哎，这快快快！好了，挂好了。哎，我说悠悠，我们都在干活，你在干嘛呢？没有办法呀，弗莱尔的面膜太好用了。哎，你摸摸，你摸摸看看。哎，来，哎，打赌啊，赌谁赢啊？啊，小强啊，一赔十，来吧。哎，来就来。一赔十，愣着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哥几个快点啊！来来来，送你们一人一盒。你们用完这面膜啊，保准和我一样漂亮。艾米，你有病吧你？去，艾红，找打你！恶相，陛下瞅瞅，赶紧的，好好的。哎，准备准备，三二一，艾米，艾米，我感觉我的面膜都要下掉了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。谁这么吵啊？啊，又不是情人节，表白什么？回去睡觉。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。你怎么没这么追我呀？艾米人呢？他还没回来呢。艾米，这没事吧？快去，起来！艾米，我知道马上就是你的生日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，顺便还想跟你说，其实我神经病啊！不是。可怜的小强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路上小心。让他静一静，要不咱们仨出去喝点儿？喝个屁呀！你大爷，有没有良心啊你？不是，其实我真心希望你们俩赢的，真的。别臭屁了啊！你看那个。快快快，看那个哪儿？那个不错，有什么意思呀？哦，果然那个不错。掉了，掉了，掉了！我去啊！我去，谁的内裤啊？你敢扔我内裤？那是我内裤。吴雅玲呢？干嘛呢？你这是？这几条是你们的内裤对吧？那主任，不关你的事。
糖糖，这条内裤应该是你的吧？啊，哎，别否认了。谁能像你 hold 得住这种又闷骚又高调的内裤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他了。这条啊，哎，主任，这个我知道。胖子，别说不是，你看看这么大个腰围，这条内裤谁穿上去不掉下来呀？只有你能 hold 得住。有道理啊。哎，主任，这个我就知道。闭嘴，坐下。大壮，这条应该是你的吧？全学校只有你那么抠门，三年不换一条内裤啊？这条内裤那么多的洞，有什么用吗？当然有用啊，上厕所比较方便嘛。哎，主任，你怎么不猜到我的内裤啊？因为你根本就没穿内裤啊。张总，哎，明哥，你这才叫生活的乐趣嘛！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我跟你说啊，明哥，你要是喜欢这座游艇，我都能送给你，是吧？那当然，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张叔叫我，你们先上去吧，啊，一会儿再去找你们。啊，去吧去吧，好快啊！这个我啊，事也做大了嘛，总想呢搞点事情回馈社会，所以呢，我这次投资这个新佳丽模特选美大赛呢，就想给这些有实力、有梦想的年轻人啊来个机会嘛。我发现啊，这个姑娘长得不错，而且很有理想，可以好好培养嘛。张叔，这个艾米是我。哎，年轻人，做人呐，眼光要放远点，啊，不然以后怎么做大佬啊？如果你把这件事办好呢，啊，他，我保证得到冠军。而且啊，我会照顾你的嘛，少不了你的份呢，肯定不会少你那一份的。我保证，张总，天猪天狗就不骗人。我跟你说，如果当年不是你替我挡了一刀啊，我现在就想砍死你了，就不会留你到现在了。就拿那个箱子。年轻人嘛，谈恋爱为什么那么认真呢？况且你这个人呐。谈恋爱也不那么认真呢。哎，张叔，别说了，阿彪。哎，喂，啊！你帮我摆平他呢，冠军、钱和这些都是你的。如果见不到他呢，冠军、钱和这些都不是你的。你好好考虑清楚吧。哎呀，越挫越勇！哎呀，肯定执着！哎，输了，来喝酒。糖糖，糖糖，我真的很丑吗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继续。胖子，问你们，我是不是真的很丑？哎，不丑不丑，才怪！耶！虽然呢，你不是靠脸吃饭，但是看你的脸，真的会吃不下饭的。知道吧？知道吧？啊！自从我认识了你啊，我胖子有了一丝丝的自信了。耶！
当年你还是液体的时候啊，就已经决定了你的颜值。但是你只要喝了这杯酒啊，你还会是一个坚强的小强。来来来，来吧，来来来，老喝吧。来来，继续。哇！你那位小女朋友呢？艾米啊，哦，关明天的 party， 她就是别人的人了。谁信呢？真的，新加利模特大赛的大老板看上她了，给了我50万，让我在明天的化妆舞会上帮她搞定了。啊，真的呀？能不能让我安静的拉个屎啊？对不起，你不走啊，不要走。好了，不说了啊。你这么大方的呀？那能由得了我吗？哎呀，明天之后呢，他就是张老板的人了。哎，啊对了，明天的化妆舞会啊，还得给艾米准备一些迷药以防万一。你以后会不会也这样对我哦？那当然不会。等过2天，我带你出去玩，好不好？嗯。陆明，你个杂种！没事吧？没有，你流血了。小蛋，弄死你！哎，别吵了，快跑，快跑啊，快呀，跑啊，快，等我，给我追。快，这边这边这边，躲起来躲起来，快快快，给我留点位置。站在这儿，别跑，别跑，给我站住，别跑。啊，那行了，你们怎么一下逃走？对，好吧，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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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。这破被子比放个屁还臭！洗洗好吧，洗洗好吧，洗洗好吧！你到底干什么了？哎呀，你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？怎么办嘛？洗洗好吧，洗洗好吧！哎呀，怎么办嘛？洗洗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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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洗好吧。谢谢啊，谢谢哥，可以呀、啊，发财了，我去！那哥们儿有病吧？还真是干这一行的料啊！戏，我把你们演了，你是主角，我是男二号，分点提成就行吧？哎呀，分，一块给他，给。这也太大气了吧？必须的呀，甭客气。嗯。今天逮到一傻子，让我们捡了个便宜。怎么又追来了？啊？在哪儿啊？哎，滚！站住！快站！站住！哎呀，怎么办啊？哎，今天也是够倒霉的，这不是追人呢，就是被人追，累死老娘了。哎，还不是小强害的。对了，明儿的化妆舞会，学校里去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，咱们怎么混进去救人呢？是啊是啊，想想办法呀，到底该怎么办啊？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化妆舞会啊。化妆舞会。噔噔噔噔。
记着。老陆啊，啊，养了一个好儿子。对对对对，托您的福啊。来来来，来干杯，干杯，来干杯，干杯，来一个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嗯，好看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拿杯子。哎，老陆啊，哎，去，哎，这事我去处理一下，我去处理一下，去去去去去。美女们，喂，哎嘿，嗯，快走快走，这人有病，坐哪？喂，校长，之前跟你说的，咱们办一个跆拳道比赛的事情。你考虑的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这个不重要，喂，这个很重要啊！明天再谈好不好？明天再谈啊！哎，明天又明天，明天又明天，已经365天了，喂，就今天，今天谈是吧？你过来，跟你说明天就明天。你偷袭我，你腿不痛的吧？哎呦！干杯！干杯！哇，你的好漂亮啊！哎呀，小雪，你戴这个不合适了。讨厌，又欺负我！姐妹们，你们稍等我一下啊！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哇！慕明怎么就没有看上我呢？有异性没人性，说好陪我们玩的。就是。得了，我们自己嗨吧。哇，太棒了！哎，一会儿这样，走走走。我给你介绍一位贵人，他对你的事业肯定有所帮助的。哦，放心吧，只是陪他聊聊天，喝点酒而已，剩下的事情我帮你搞定。干杯。哦，不好意思。什么呀这？别管他了。哦，我去接个电话，等我一下。哎呀，艾米，这个酒你不能喝。这里很危险，快跟我走！我就是要喝，你很烦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知道。这可逗了，你没看到？艾米，我是来救你的。行了行了，就算真有危险，我也不需要你救。你心怎么就那么大呀？陆明把你给卖了。陆明其实……好了好了，我不想听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艾米自己选择的路，跪着我也会走完的。艾米啊，艾米，来走吧。嗯，走。艾米，当时他的舌头离我的脸就差2寸，万万没想到陆明那小子的药下的那么猛。眼看我就要为了艾米英勇牺牲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急中生智，一道黑色的闪电及时出现，救了我。是不是喝多了，小妹妹？你干什么呢，混蛋？小雪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来我这儿喝啊，来我这儿，来我这儿，来来来来我这儿。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女朋友，不好意思。你来来来，喝啊，喝嘛喝嘛。
害羞了，来，来喝呀，走开！干嘛这是？谁呀？这是这么凶？哎呦呦，嗯，你的鼻子好像歪了。嗯，哪有啊？悠悠，司马，你干什么？你别乱来！别动！不要啊！哎呦，轻点！哎呀，我抽烟的时候呢，你端着烟缸来；我不抽烟的时候，你也端着来。你有没有搞错啊你？那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呢，我要在这里办点事情，记住啊。如果我没叫你们进来呢，你们千万不可以进来啊，知不知道啊？哎，知道了，老板。嗯，还拿了。艾米，这位就是我们这次摩托大赛的大老板，张董，来，我们一起敬张董一杯，以后还得仰仗张董呢。张董，张董，我敬您。请坐呀。张董，我去外边再拿点酒，然后再敬你一杯。艾米，陪张董坐会儿。到哪里啊？快回来啊！哎，你好啊！哎呀，你叫艾米是吗？啊，张董，我叫艾米。张董，我爱呀你！你不要这样！哎，来呀！张董，跑什么跑？这又没有外人。哎呀，哎，张董。你能不能把衣服穿好？没事，慢慢就习惯了嘛。那我跟你说啊，不要这么害羞，啊，慢慢来，习惯就没事了嘛，对不对？不要，不要！老板这次真的来劲了。哎，没有老板的允许，谁都不能进去。救命啊！救命！进去！哎，老板，怎么了？我帮你打110吧。我被打成这样，还打110啊你？啊，那打也有酒吗？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哎呀，老板，你搞得好烦呐，不知道该怎么做了，老板啊！你不砍死他？走，别动，老实点，老实点，快走。好，快点，进去，进去，你老实点啊，别动，开车。你醒了，吃吧。死胖子！禽兽，你居然敢占我便宜！你别打了，打死你！等等！出事儿了！哎呦，活还不错嘛。嗯，老娘还是处男呢。我会对你负责任的，乖。
哎呀，出事儿了。糟了。出事儿了，出事儿了，讨厌的你，哎呦，快撞死我了你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事，哎，你们收到信息了吗？收到了，收到了，收到了，你们也收到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艾米被绑架了，我们现在要去营救他，我们一起去，好，好，我们到了那边，那边，走。校长，你听到没？哎，被绑架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肯定先办正事儿啊。正事啊，明白了，继续。继续。敢怼我，这次先给你个教训。你们有没有搞错啊？我好像伤的没有那么严重吧？看你们把我抱成什么样子了？那你也死定了。没事吧？哎呀，你别碰我呀！那我跟你说，我给了你这么多钱办这个事情。人没到手我就不说什么了，他居然还把我打成这个样子，你叫我以后怎么见人呢？哎呀，咱们张总那么尊贵的身份，打的妈都不认识，怎么见人？张叔，你放心吧，这事我一定给你个交代，弄死这个丫头。来来来，赶紧送医院，快快快快！哎呦，哎呦呦呦！别动，老实点啊，团长。现在我代表张董，住手！艾米啊，你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的故事吗？如果有很多事情改变不了的话，那就微笑接受吧。其实呢，我们俩都是同一类人。只要你同意了，我想张董一定会不计前嫌的。呸！不识抬举。告诉你，做什么事一定要付出代价的，那是50万。50万够你还多少债了？还有一个模特赛的冠军，一点都不亏。我跟你才不是同一类人，要赔你自己去赔。你，哎，我忍不住了。好，彪哥，你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吧。我真的忍不住了，我要去拉屎。快，老头了，快点！哎呀，我忍不住了。放开那个女孩，让我来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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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艾米，我来救你了。简青，你真是我的英雄。啊，喂。哎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屌丝也想英雄救美啊？怎么了？不行啊 ？No way！ 想当英雄呢，那得付出点代价。所以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这样。放开那个女孩，让我来呀！呀！别动！别动！啊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艾米，不要答应他们，绝对不要答应他们，他们都是坏人。
景！建景！建景！带走！建景！建景！胡英，嘘。OK。胡英，嘘。对方难得数众，我们不一定赢。那赶紧走吧，回来。哎呀，可是我们还是要救小强啊，好惨呐、啊！我有办法，这个时候。你应该先吃个苹果，补充下能量。哎，等会儿，现在首要任务应该是先救坚强吧？对对对对。王明，跟他拼呀！冲啊！快放开我！坚强，你没事吧？坚强。嘿嘿嘿，回答是不是很奇妙啊？臭死你！我看你这小子以后还敢不敢再逞能？你就这两下子，有本事就弄死我吧！还嘴硬，大刑伺候。但是不要让我看到这种血腥画面，我先撤。哼，表哥，慢走。喂！哎呀，大家别冲动！有狼！剑枪在这儿，胖子。好劲儿！别好！别！别好！坚强，坚强，你怎么样？不要，等等等，快点！艾米，没事吧？喂，带他走啊！快点，快走，快走啊！踢死你，踢死你！我，这个是张董，这个是我。现在，我又是张董，我又是我，哈哈哈！你们两个这边，你们两个那边，走。走，警察。哎，为什么窗户给封上了？走啦！哎哎，我没犯法，干嘛要抓我？你知道我老板是谁吗？你们不能抓我！哎，我要投诉你们！不要抓我！不要抓我！你不能抓我！我要去投诉你们！明明，你也来救人呐？哇，好英雄啊！哎，你腿受伤了，这里太危险了，赶紧走吧，别怕。后妈在。哎，儿子，上！哎呀，哎呦，又趁我不在偷看美女了，胆肥了你啊！吃过了，又有冠军。你看看人家胖子，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新买的粉笔啊！哎，艾米真的不参加了呀？赢了可不少钱呢，冠军还可以代表城市参加全国大赛，我不是你说我都想参加。对呀，站在聚光灯下该多美呀。艾米现在应该没有心情了吧。哎，小强呢？对呀对呀对呀。艾米，坚强，艾米，
怎么样，伤口还疼吗？没事儿，早不疼了。你忘了，我是打不死的小强。哦哦，你没事吧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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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不过，要是能亲我一下，就更加没事了。你说什么？哎哎，没没没，开玩笑的。想好了啊？真的？不去了？不去了。去，还有什么意义吗？反正都是内定的。可这个，是你的梦想啊。如果我早知道梦想是这样，那么我一定不会去追求的。其实做条咸鱼也挺好的。艾米。嗯。其实，我觉得吧，放弃才是最大的失败。其实，我觉得青春当中啊，真的会有很多障碍。或者是不满，就像陆明一样，虽说这人无耻吧，但这件事教会了你成长啊，你用功，你努力，而且你那么漂亮，况且你还有天赋，你真的不能放弃。哎，你看啊，像我这种屌丝，说是坚强，可最后呢，一事无成，干什么都不行，谁都不待见我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放弃。哎，现在不是也活得挺好的，像一朵花一样。我就记得我第一次见你那天啊，拿着一张邀请卡，笑得特别的灿烂，我当时都醉了。嗯，啊，还记得吗？其实啊，我一直都想找一个机会把这东西还给你。你想啊，就是一个口红，丢了都还能找回来。更何况，梦想这么伟大的东西呢？哎，坚强，好了，不哭了啊。嗯。嗯。手心落在眼前，有你的陪伴，我会努力找到那心愿，牵着的手走过那条路，不再害怕。这话呢，我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去不去您自个儿决定吧。当我的财路，我就跟谁没完没了。这是女儿的学费呀！你不给我钱，我就抱着她一块吃掉楼。钱钱钱，就知道钱，都给你，拿去，把女儿还给我。干什么？
不认识我呀？我是你老伴儿，你以后赚的钱也要给我，知道没有？时来运转，一定会回来找你们。哎呦，你这胸里边是垫了一箱纸巾吧？哎呦，我说啊，你都快剧终了，怎么还没从里放出来？哎，这儿，哎哎哎，快快快快，要开始了！哎，走了，快走快走！哎呀，快一点啊！等等我呀！新加利模特选美大赛现在开始。侯坚强帮助艾米重拾信心，帮他回到了自己梦想的舞台，而侯坚强呢，也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爱情。那陆明呢？陆明，哎呀，陆明，哎，放心吧，像这种渣男都没什么好结果，只要我们多留一心眼，这渣男的伎俩是不会轻易得逞的。嗯，完美。哎，今天这事儿真的挺感谢你的。你不会说句谢谢就完事儿了吧？真是个木头。请我吃饭啊。好啊。Yes。真是谢谢你了，别客气啊。哎，李老板，记忆中曾许下心愿，有啊，我渴望有天可以睁开双眼，让我清醒的人要走。哎，江碧信啊，啊，刘星，你陪我走过的路。
看写什么破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啊，狗屁不通，要剧情没剧情，要看点没看点，我跟你说你这剧本啊写不到我满意，明天卷铺盖走人。